你要想活命的话，就抓紧我。 多年来，本王一直梦到一名女子，她不会也都记得吗？殿下梦到了什么？这名女子给本王戴了一个绿帽子，为了情夫给本王下毒。哎呀，殿下，一个梦而已，做不得真。 做不得真。这名女子与两姑娘长得极像。殿下恕罪，都是臣女的错，以后绝对不会在出现在殿下面前，再也不露出这张恶毒的脸。真是狡猾之极。 睁开眼，看着我。臣女不敢。为什么退婚？我只是不想那么早嫁人吧。是不想嫁人，还是不想嫁本王？ 殿下，天色已经不早了，还是赶紧回去比较好。您手上还有伤，耽误不得。本王累了，走不了了。那臣女先回。 听说这外面邻里豺狼虎豹数之不尽，你大可试试，看能不能活着走出去。臣女突然也觉得困意来袭，还是听殿下的，明天再走吧。 遇见你，晕到忘了呼吸。